到现在看到这番人，感到一个是亲切，第二个激动。亲切是自己战斗的地方，对吧？对，这个还是有点激动。但是在这个方舱里边体现出我们的政府，他这个政府的工作效率，政府怎么体现为老百姓服务，是吧？我觉得在那当时的时候，我们跟区里边也好，跟医院也好，都是一家人。这个老师一直还是意识不出，也是不容易。当年当时也是。当时不觉得什么，真是当时没有觉得苦啊，当时没有这种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是就是很正常的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不容易。